近日，歌手周杰友的16岁大女儿张瑶华疑似情窦初开，被曝与一名外籍帅哥约会，两人不单在网上公开亲密照，更隔空传情。但最震惊的是，男生在社交网自曝已婚，老婆却不是张瑶华。25日晚，张学友首度回应爱女的恋情，还称自己与女儿交涉，言谈间很轻松，并不担心女儿，还说道那个男孩是另一间学校的学生，在社交媒体说他结婚都是一个游戏。他跟女儿是朋友，不过不是很熟。大家看到爬山的照片，其实是另外一个人，不是同一个人，也是学校的同学，只是碰到了。那张照片也太久了，我都见过。为此，有网友留言道：“才知道张学友有女儿，保护的挺好。歌神的女儿成女神了，好漂亮。”